您可以让孩子试吃不同的食物，去帮助他们学习有关味觉。您可以问他们食物的味道如何，甜、咸、苦或酸。为了保持容易性，你可以每次只给他们两种选择。举个例子，您可以给他们尝一口柠檬，并问：“那是酸的还是甜的？”您可以给他们一个咸的零嘴，并问道：“那是咸的或是酸的？”或是，您可以给他们一些糖，并问：“那是苦的还是甜的？”这个活动可以帮助孩子们学习辨认不同的味觉。